好，这边比赛开始，新疆队是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权。看看第一攻啊，广东队这边呢还是少丁人，易建联对周琦，周琦和可兰白克，好球，这个比较罕见啊，大个一开始的意思啊，可能是想挂胡明轩造犯规，是啊，但是投进了，胡明轩给易建联，易建联起飞。造成了于长栋的犯规，那这样于长栋已经是个人第二次了，这是今天易建联第一次出手啊，哎，选择一个个人的暴扣，哎，第二次，刚才那中距离没进啊，当然这个不算，现在易建联还是一投零中，这被犯规的球不算，起跳距离非常的远，哎，于长这边谢尔利江给周琦做掩护，周琦出来挡拆。周琦强突利用身高，好球！今天周琦突右路啊，突一回成。这边呢，全场还是被这个赵睿的速度一下破掉。易建联重新回到场上，看接球三分，果断出手，三分命中。我说什么来着？第一个。这第一节啊，双方体能消耗其实都挺大的。哦，周琦，看一下周琦，好球，非常漂亮。因为在这个国际赛的麻烦挺多。看一下杜峰指导怎么来调整，易建联周琦正面开周琦阻挡犯规。易建联这个球啊，在接球之后三分线外先做了一个停顿，对，这个停顿呢实际上有一点要投篮的那种假动作意思，然后突然顺势走底线，哎，跟周琦发生对抗的那一下绷住了劲儿，对，而周琦在移动过程当中啊，威姆斯出来和易建联挡拆，易建联下顺，好球，很巧妙啊，他知道后边唐才玉在造他的犯规，你看唐才玉都已经开始准备绷着劲儿，你碰我我就倒的那个状态，因为已经站在合理冲撞区以外，我们来看一下这球啊，唐才玉，然后呢易建联突然走右路，哎，打得很巧妙，这球没有问题，在启动的是先运球，广东队快速的退回来，破坏了对方的反击，希尔利江，漂亮，希尔利江的助攻，周琦双手暴扣，哎，这个更少一些，赵睿这个身体对抗真强，对，先来看这个助攻暴扣，广东动物园队全场球是把周琦调动得够呛，这左边苏伟，右边王新凯，广东队这边还是准备上易建联了，周琦三分球空位，好球啊，空心入网，三分命中，这个球就是针对苏伟移动慢的一个特点，是曾铃旭打控球后卫，后来炒地手易建联再和维姆斯挡拆，给空中接力，希尔里将你防守位置啊，就是好球，周琦盖掉了布鲁克斯，这就是周琦控，然后你要是想起跳也比较困难，就像马上布鲁克斯这种节奏大师啊，面对这样的这种封盖面积，他也没提上来啊，把后边给漏了。威姆斯，易建联中距离，好球，长两分。哎，面对周琦的防守，还是防在场上这种，哎，啊，这球是两分算了吧？感觉是有点下落了啊，但是呢，新疆球员有做挑战录像的这一下啊，对这个动作。具体怎么样呢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好像是沾了点板吧，先沾的板吧。如果说得七十分，费尔德冲击易建联被干扰下来，走步，在摔倒的时候没有出球，对，所以呢是一个走步。这球呢，阿联控制的非常好，没有阿布杜萨拉姆。周琦出来错位打维姆斯，三秒钟要投了，好球，漂亮，压哨命中，失误呢，广东队今天是七个，现在这球，哎呦，漂亮，单手的空中接力，周琦，周琦奋力的补过来了，维姆斯停球了，看一下，马上九秒钟，易建联在里边要位，后面于长栋在防，易建联金鸡独立，好球啊，今天的第十二分，二连防，
阿杜萨拉姆，哎，转到底角里边，费尔德扑分，哎呦，一个两大帽，打得很耐心，但是回来之后，李建联，你看他在内线，现在这个犯规也是三犯了。新疆队这边呢，费尔德、于长栋，还有阿杜萨拉姆是三个犯规。刚才可兰那边就有机会可以投了，马上，再给出来，易建联。李杰连，哎呦，这是准备罚球线往里一步啊，就飞起来扣。接着丽江呢是个人的第三犯，新疆队这边啊犯规比较多的加罚没中，这是这节比赛里呢广东队第二次落后到九分。咱们看一下这个判罚啊，李杰连呢是造成了周琦的犯规。接出来，周琦，易建联的推人犯规，阿联的个人第三犯，三分了，可兰变为了克莱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易建联往内线的突破，左手上篮被干扰下来，三个人加再起，易建联造成了新疆队的犯规。可兰那23分是。有一个两分，七个三分啊，没有罚球。哇，那太厉害了！这个一下破掉了广东队的前场防守，费尔德给空中接力，好球！前面的上抢有点太凶了，对，所以呢，造成了四个人全在前场。你这只要人过来就是3-2，你看没有？过来就是多打少。周琦补篮进了啊！现在呢，新疆队小外援接球，对。看看费尔德篮下，看周琦，哎呦，这个球弹周琦的脚出了底线，哎，周琦的第一反应就是去退防，对，另外的新疆队不负杜指导的信任，哎，里边易建联在要位，哎呦，哇，这下有点危险啊，是因为如果那个撞击啊可能会造成膝盖的一个反关节，对，因为姚明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受伤，是还行的，易建联这个灵活性还可以啊，没让周琦直接躺腿上，你看直接躺腿上那膝盖就很啊，数据也是非常漂亮，所以也是得到信任。周琦给了费尔德出现失误，哎，抢回来，拉回来了，好球！范子铭是真。新疆这轮防得非常好、啊，万胜伟，好球啊！过来，太关键了，这个球下来之后再防一波，要是要犯规了，犯规了，人员上的优势啊！哎呦，没有犯规，这个比赛就没有了。那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，最终广东队是在主场128-127。一分的分差逆转险胜新疆队，万胜伟是命中了绝杀球啊！哎，万胜伟太棒了。